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纯棉的，白纹，这是 Pop Project 的 ，I I 的自己的衣服，它是相当于一个这种个性 T 恤哈，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这种设计风格，没了就是以国家公园还有这种大熊为特色的，主打的就是出去，不要在家里闲着啊，户外为主。然后这是一件，这是这个颜色，我等下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颜色。这是另外一件哈，喜欢在户外的小朋友哈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他们每一天就每印的款式啊。今天的后面这个是熊啊，嗯，而且这很舒服的，穿的非常的透气。那个棉的 T 恤是那种磨毛的，百分百棉的哈，质感很好做的。好，大家好，这是另外一件哈，也是 Pop Project， 后面的就是国家公园印在后面哈。然后还有这个颜色，就你去过哪个公园，把它打个勾就行了，做个纪念。哎，这也是不错的哈，这个舒适非常舒适的，很舒服。它这个棉是那种高很复古那种高级的那种棉哈，不是普通说。纯棉分很多种，这种棉是非常好的棉，而且这个配色紫色，这种绿色配在一起，我觉得是绝配哈。黑色拼接的，没错，水洗的这种棉很舒服的哈。嗯，特殊处理的哈，比较亮眼一点。这正面的一个 logo， 然后呢，后面是你去过哪些地方，打个勾就可以了哈，比较有纪念的这些。这几个款式都是一样的哈，都是百分百棉的，但是它的棉很舒服，那种水洗毛毛的棉哈，特别舒服，而且比较厚实的那种哈。